我还记得就是2年前，那时候他们要委任我担任这个尼泊尔的宣传大使而已，说我要过那个双博士嘛，所以我就 apply， 我就一间间去敲，可是没有人敢接我这个案子。如果这个东西有卡的话，我觉得就会影响那个学校的名誉，到很多肮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一，我从小是都是在卖这假的东西，所以当 COVID 一爆的时候，陷入这个环境，你明白？从国外看回来马来西亚，买假博士去教课，其实在国外是坐监牢的。所以国外你骗不了人。AFM 也有公开，大家好，我是 Wincy 苏颖芝。你这一次回来的时候也是去 UITM， 然后结果你现在是身份是被委任为副教授，是，可以讲一下是什么情况，然后那个因缘是怎么样发生的吗？我还记得就是2年前，那时候他们要委任我担任这个尼泊尔的宣传大使而已，怎么知道拖了2年嘛？那我们开会也开了2年。然后去年他就讲，其实我就还记得 Royce 有恭喜我说我要过那个双博士嘛，所以我就 apply， 我就一间间去敲，可是没有人敢接我这个案子，是因为 COVID 来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有卡的话，我觉得就会影响那个学校的名誉。所以那时候学校就跟我说，双博士就比较难，因为他们要 set system 嘛，要经过批，有可能跟不上我的那个时间点。他们就讲有一个岗位，就叫我说不如你来 interview， 那我就随便去 interview， 我没有想太多，我说肯定不会中。所以我就 interview， 哎，又通过，又通过，又通过，然后全部都是网上嘛。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我就接到信，所以整个东西其实那个安排都吓到我的，所以我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西班牙我就必须 pack， 我就回来，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时间的差点跟那个学校的差点，我就两边跑。所以这一次你在 UITM 呢，作为这个副教授，其实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一些什么？我们要写 journal， 我也是要交作品，我也是要开拓新的市场，也要 coach 学生就是毕业。我们的任务其实是很重的，而且现在国外的东西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教，就是要写报告、论文、音乐作品，所有的东西你都必须做， activities 都必须参与，然后你要代表国家出去，就你越做越多的话你就升职越快，因为我们有分 grade， 所以你要 hit 那个 KPI、你也是要 hit 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可是现在他都鼓励我们一定要三个方面，学生，还有你自己的岗位，还有 industrial， 我们都必须下来做东西。以前不要，你就是可以安安分分教书或者写报告，现在不行了，我们叫 industrial practice。 你的生活起了最大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起了最大的改变，你的眼界看到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看到太多，也看到很多肮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一，我从小到大其实16岁就开始在娱乐圈，就慢慢一步一脚印打嘛，所以我觉得一个东西肮脏的东西就是看到说很多所谓的老前辈其实都是在卖着假的东西。所以当 COVID 一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贪污，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 sell relationship， 我觉得很多人都被骗入这个环境，你明白？从国外看回来马来西亚，尤其是你知道一个 honorary 的博士或者买假博士去教课，其实在国外是坐监牢的，所以国外你骗不了人，你会中诉的。现在本地也陆陆续续有这样子的法律进军了，所以我们都必须小心，在国外也是。所以 it doesn't mean that 你这边红你可以乱乱出去，还是看回一个你的 passport， 还有你的证，还有就是看你的 exam， 因为在国外每一个都是厉害的，而且他的 education 是 free 的，所以整个的视野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本地，而且 local strategy 跟 international strategy 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分清楚那个你要攻哪一个东西，而且每一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法律跟不一样的政治的一个规划，所以你必须去 analyze 到很 detail， 虽然会辛苦，可是把它规划跟正道化的话，我觉得会，我觉得对全世界都会很好，虽然会辛苦了。我觉得如果让 Wincy 你回来马来西亚，尤其是对娱乐圈这一块做一些改变的话，你其实想要做一些什么？我是想鼓励很多本地的艺人继续进修，未来会是一个学霸的年代，不管在哪一个行业，我都会鼓励说，不管是谁，我希望你们去更高，不要只是停留在艺人，或者是我觉得在一个表面上，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在高等的上面。我觉得为什么不要给多呢？不要只是注重在才艺，才艺还有等东西都需要，可是我们也必须进修，就是我们的一个 level， 因为我们的 audience 每一位都会很厉害了，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进修的话，未来
来我们肯定会被刷走。我觉得大家不要 don't feel comfortable， 因为这边的马来圈每一位都是慢慢去考 master 跟博士了，其实因为他们都很清楚知道那个行业在变化，而且你考到这个未来 pitching 啊或者 funding 都是你去 handle， 你直接拿 source， 所以你都不用去辛苦自己去付出。所以我每次说其实考试是最便宜的方式，你做你最专业跟最拿手的东西，你肯定到达的。谢谢你的付出。谢谢 Muchas gracias.